12月4日 ,BLACKPINK 成员 LISA 新冠治愈而且解除隔离，将要重回演出舞台。其艺人公司外界表明， LISA 一直接纳在家里医治，依据健康保健政府的临床医学分辨，从12月4日中午逐渐解除隔离。LISA 是突破性无症状感染者，平时常常会练舞做普拉提，身体素质比较好，而且一般接种过疫苗都是轻症，能十天时间痊愈是万幸，也是新冠治疗后期的正常情况。所以大家也要做好防护，注意身体，没打疫苗的也要尽快安排上，身体健康才最重要。LISA 新冠康复后首度更新 Instagram， 在上面破出四张美图，并配上爱心符号，一头粉色齐耳短发，显得神采奕奕。